掌声，让我们一起欢迎小球当天的演出，欢迎小球。因为像我本人就觉得自己是那一种，所以我就会写，每次写歌的时候就是想要鼓励自己，然后这首歌叫做《我爱故我在》，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轻松跟舒服的歌曲，所以就跟刚刚的一百个太阳月亮一样，很需要大家陪着我们一起跟着节奏，可能打拍子也好，或者是挥手也好，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也会唱副歌的话，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跟着一起唱副歌，是副歌啊，不是啊哈哈。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我爱过我的。快乐的是一种选项，喜欢用微笑面对悲伤。这是不是简单？
比较多人听过，然后听说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涩的时期。然后虽然今天我们刚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晚一点有在那边听，然后就看到听到很多人的那个卡拉，我就觉得哦，每一个人都感觉很澎湃。那所以我需要你们来支持这种我们很丰厚的情感。那接下来这首歌，你听过的几率会非常高。所以如果你有听过这首歌，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唱。这一首歌要送给我，送给你。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你也可以拿出那个手机打灯，可以陪着我们一起。
我在确定就是这一次又再度的出头音乐节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哦，每一年一定要做点不一样的，那我就写了书法，但是也是要猜谜啦，哦，不可以这么轻易的就得到这个，而且我们特地为了出口音乐节写出红生紫书，就是关于所有的美术相关啊，所有美感啊，一次就把它展露无遗。可见我的英雄是今天也会唱的歌，然后是最新的一个新单曲，所以如果大家等一下喜欢的话，也可以回去把它听起来。再来就是我有请效果，就是我的右边是效果，他也好挥毫了一下，他很帅。还没有桌子很麻烦。然后我还写了一个 You can do it， 就是你可以，你可以。好，然后再来写了一个，因为我是一个很难睡觉一觉到天亮跟很难入睡的人，所以就希望如果有这个睡眠困扰的朋友，也可以得到夜夜好眠。Yes。你有看到旁边右边那个是我的手吗？我是跟着我的手一起画的吗？哎呦，也跟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哦，大家新年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还有一个，好 ，OK 吗？好，谢谢你们，恭喜你们哦。我是想要送给这个世界上，即便没有被正被灯光或被音响，或是被任何奖项肯定的所有的女英雄，然后还包括现场的所有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Thank you.
已经在线上可以听了，然后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希望你可以多在线上听个几遍，然后希望可以让你们唤起自己其实也是闪闪发亮的那一颗星星，即便没有人非常专注的看着你跟你说你就是我的英雄，但我相信在你生命当中一定是别人的英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是新歌，然后它叫做慢慢天光，是写给所有为了梦想努力但是每一次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渺小然后努力打拼的人常常也会想要家。这首歌叫慢慢天空送给你们。每个角落
就是完整的编曲。接下来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不管有没有梦想的朋友，都可以相信自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都真的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重量。就算你现在正处在低潮，要相信所有的情绪起伏，有一天还是会回到比较高昂的阶段。然后相信自己是拥有价值的，相信自己是最棒的。然后，如果你不那么的肯定的话，可以多听一些音乐，多看一些很棒的电影，或多做一些让你真的觉得开心的事情。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
先包含我们是我们在2020出口音乐节，可以吗？我会说我们在，然后你要讲2020出口音乐节。好，准备好喽。素清秋魂，把回忆簌簌凉。
谢谢。谢谢小球庄君，后来有这么棒、这么精彩、暖心的 uncle， 我们再把掌声送给小球，谢谢。